各位新界西的選民，我是高志森，希望大家在9月4日立法會選舉投16號陳恆芬和呂迪明的團隊。對於這個團隊的理念，我有很多地方我是非常支持和非常認同的。首先我希望今屆的議會如果選到出來的話，一定是反拉布的議會，因為拉布已經將香港的整個施政是將香港的進步是拉了後腿，將香港的施政拉到去寸步難行的這樣的境地，香港已經是一個很落後，落後於周邊很多鄰近城市的一個地方。我不希望拉布這件事是會繼續在議會上繼續發生，所以希望大家是支持陳恆芬和呂迪明的團隊，希望他們在議會上是積極是改善民生。另外就是我也是反港獨，我不覺得香港是應該是搞港獨的，同埋香港是反佔中，亦都係我其中一個好認同佢哋嘅理念。香港唔應該係繼續亂，香港係應該係改良，用好多嘅改善民生嘅方法，令到香港人係活得更幸福。所以我希望大家支持呢個陳恆芬同埋呂迪明佢哋呢個團隊，16號9月4號，希望大家投16號。